走，那我们女的还要干什么？别唱个粤语的。哎呦，我真的干不了。就是粤语啊。刚我来，不是，我是说我们的车型要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下一个景点。没关系。啊，后来呢？怎么走啊？扁瘦啊，扁瘦。扁瘦。听说要等一下，要坐一个半小时。车程一个半小时。先去扁瘦。来，扁瘦啊！